糊涂老师，这是我帮内蒙的客户选了一只菲尔小比熊，来帮他秀一下吧。可以。咱们先来开个盲盒，看看眼睛大不大。好的。哎呀，这眼睛看着还挺大的。还是戴眼线呢。是的，再把小脸修甜一点。没问题。再把耳朵修圆一点。好的。他的耳朵怎么一动一动的？估计是有点紧张，怕我捡到的。修好后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，还吐着小舌头呢。赶紧给粉丝看一下吧。好的。Hello， 亲爱的，来，这是刚更新的。啊，这个好看呢，它是小公狗吗？我您看一下，公的是吧？我刚看过，公的。可以给它更新的。刚更的，亲爱的，这只颜值超高，比我给你昨天谈的那几只颜值都要高，特别是体型超小，看一下后背。那就是，毛也好。就这么长。它有的舌头。会吐舌头是不是？会吐小舌头，你看看这舌头多可爱。啊，它粘人吗？你让它溜达一下，我讨厌的，你就放地下。溜达是吧？溜达，放地下。来，超级会蹦，他跳高运动员，天哪！别看腿长，跳的就是高。它是菲尔。哦，菲尔的米奇的，看到没有？圆圆的，超可爱。是天生的还是？天生菲尔，对，天生菲尔，飞的时候是耳朵是尖的，现在给它修成米奇的了。它是不是就是晚上睡觉都能跟我一起睡的那种？它这个就是挺粘人的，平时就特别乖，完全和你睡在一起可以的。小姐姐想要一只粘人的，这只正好符合她的要求，赶紧跟着小姐姐去新家享福吧。